好，最后其实我们今天杨虎行为派出的这个，我们总监要致赠这个证书给我们的购物天后认证的证书哦。再次有请杨虎行为超级商城事业部的资深总监 Sandy 蓝姨妈代表致赠我们的购物天后的证书给金姐，预祝明后两天的节目势如破竹，开红牌。好，那我们证书递上来，回到一张麦克风先收一下。好。好期待哦，五月九日、五月十日两个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钟，请锁定雅虎 TV 惊喜 Shopping Go。今天宛若姐也来到了现场来探班加持一下哦，麻烦你一同上台来合影一张好吗？为即将开播的惊喜 Shopping Go 节目献上祝福。好，金姐在中间，今现场三位都是大美女哦，田姐儿，三位看向中间的摄影机。好。好，可以吗？右边补一张，左边补一张。好，谢谢珍妮，谢谢宛若姐，我们先回座。那我们一个人，金姐一人拿着这个证书单拍。来，这边有。我觉得这张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，是因为现在很多，外面很多号称自己是购物天后哦。你今天是要来？好。当然你是唯一嘛，对不对？你才是购物天后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单拍一下，来来，音乐请下。购物天后的气场惊人，是超人气购物网购天后，历经金姐的惊喜下订购，明晚正式开播。好，谢谢。需要补单拍的部分吗？哎，不过有个重点，我们今天要拿这个手拿牌，节目播出时段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先将这个证书。收起来，最后我们拿着手拿牌。五月九日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是超级商城雅虎 TV 等你哦。五月十日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是购物中心雅虎 TV 等你哦。惊喜 Shopping Go 给你满满的惊喜。好，可以吗？谢谢。拿多。今天怎么那么 freestyle 啊？可以吗？对。今天 OK 吗？拿这个好了，这个你刚刚形容的超厉害的，不粘锅。这个是唯一，就是可以煎鱼的，你知道，就是现在很少有那种煎鱼锅，有没有？专门给煎鱼的、煎肉的，这个就是你的牛排比脸大都可以。来，好棒的这个，好。超，真是超模哎！你每个 pose 都可以摆，超厉害！哇，这个超赞的，这个超赞的。好，忽然间好想看你拿完全部的商品，我觉得太有架势了。那等一下我们准备电子媒体联访时间，需要联访的朋友先办好了哈，等一下我们直接在台上进行。好，还有没有拿什么东西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要直接接联访了哦。